挑战不可能，随机植物只送三颗，挑战十万血量三种僵尸。首先随机植物，香蒲，那就三颗香蒲挑战十万血量三种僵尸。三种僵尸分别为十万血量二爷、十万血量大爷跟十万血量红眼僵尸。三个香蒲挑战前，我必须先给他安排一下，趁这个时间弹幕猜出你认为会挑战成功的僵尸吗？当然也别忘了给我点关注，燃烧你心中的小宇宙吧。挑战开始。你没有看错，当香蒲燃烧完小宇宙后射出了玉米导弹，那么三颗射玉米导弹的香蒲能否挑战十万血量的二爷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最终出发小推车挑战失败，然后十万血量的大爷能否挑战成功呢？咱们快进一下，坐等结果。最终大爷也没能扛住三个射玉米导弹香蒲的攻击，触发小推车挑战失败。最后就是十万血量的红眼僵尸能否挑战成功呢？香蒲呀，玉米导弹你都能射了，能不能长点脸呀，成功一次呀。最后虽然被红眼僵尸打掉了一颗香蒲，但是没有触发小推车挑战成功。最后挑战十万血量三种僵尸，只有红眼僵尸没有触发小推车挑战成功。小伙伴你猜对了吗？